老人到处说，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对我们的私房菜老酱香酒有兴趣，特别对我们的正在报名的2024到2025的跨年的台北之旅有兴趣，与参与呢王小帅他们几个人主导的清迈影集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报名，跟着老杨走读去。习近平给美国下的四条红线七点启示，真的是习近平向特朗普发出的热战的信号吗？舆论注意到了，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拒绝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见面，奥斯汀马上表示失望，这是拒绝会面的要求的理由是说你在台湾问题上呢不老实，但实际上应该看到北京军方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信息，你已经差不多要卸任，见面的意义不大，说明北京军方对特朗普 2.0 的即将到来已经有一套应对的方案。新加坡联合早报韩永红注意到了，这次在利马，秘鲁利马最后一次习拜会地点不是在拜登下榻的酒店，而是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会议厅，拜登是不是住在利马大使馆您不得而知，并认为这个地点的安排隐难透露出习拜关系中的强弱意味的含义。北京的外交政策的思路这方面和国际社会一般理解的礼仪安排似乎有一点不一样，你要拜拜了我可以适当的松口气，不需要那么的认真的对待，也许是这样。拜登的会见中故意不戴欢迎的耳机，还要习近平来提醒，蔡奇给他提醒他再戴起来，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外交的动作，这肯定不是老翻颠，不是老糊涂，而是刻意为之的一个政治动作。外媒也注意到，在我们认真的读了中美双方在拜习会发布的信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会面中，拜登希望以美好的回忆作为他任内的美中关系收场，但习近平无情的回应，你们说一套做一套，就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所以韩永红的联合早报写了一篇文章，最后一次习拜会发出的信号中指出，拜登是反复重提一点点的私交，跟习近平一起待了多久，他不完全统计，在这个公开场合谈了13次，无碍矣。拜登所代表的美国政府把中国习近平看成类似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手，重提往事证明自己很了解习近平，而不彼此之间有情谊。在拜登成为美国总统2021年11月习拜会第一次元首视频的时候，习近平曾友好的称拜登是老朋友，几天以后就被打脸。白宫的副发言人对美国媒体说，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朋友，包括独裁者什么法西斯这都出来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几年是周而复始的出现，习拜会会面时候的面上拜登都说的中国愿意听的话，还说没有设护栏，还要设立护栏来确保中美竞争不要滑向冲突，转身就对中国强硬，也不避讳对习近平本人的批评，人的批评的措施很严厉。这一次在秘鲁密码举行了最后一次的习拜会，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在美国总统选举是失败，在美国政坛上处于颓势，失去了白宫和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在中美元首会谈，习近平的讲话就有点清点旧账的含义，拜登口口声声说他跟习近平彼此一直坦诚相见，习近平有一句话在当众怼回去，美方说一套做一套。这些话虽然习近平也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过，但是拜登的面说，反映呢至少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已经荡然无存，说明拜登过去四年各种围堵中国的手段让中国感到最恼火了，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之前中国有很多的抗议，比如说四不一没有啊，不寻求新冷战，不改变中国体制，不强化同盟关系啊，这个不能强化同盟关系反华，不支持台独啊，无意跟中国进行呢对抗冲突啊，
说了完了以后，这些都是飘忽的空中，就轮到习近平被81岁的拜登打脸了，大概意思讲。当然这次习近平的两次峰会合影时站在卡西位上，也很多媒体关注到，拜登呢总是站在第二排的边上旮旯角上，很多媒体做了丰富的演绎。人未走茶就凉，这个呢政治场域外交场合都这样。老拜登应该是见识多广，见多识广，不以为意，知道表面上能和泰国漂亮的女总理80后的女总理握手，我相信也是外交场合上一种精神补偿吧。啊，当然呢就说到了，就是呢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说白了不仅仅是为了见拜登，而是借啊习拜会向美国当选总统和整个世界释放中方目前强硬而坚决的信号。这个坚决的信号其实呢，中美中国愿意在相互尊重等原则下实现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但要求做出明智的选择，继续探讨正确相处之道，实现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说习近平呢，在过去四年的中美关系呢，总结了七点的启示。前面两条的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会得逞。第二呢，美国说一套做一套是损坏了互信。其他还有五条，要平等相待，要反对实力地位出发压制对方。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啊。然后呢，四条红线是中美关系的防护网、安全网，要搞对话、搞合作，啪啦啪啦一大堆。这里面呢，就讲了习近平正式的向特朗普提出了中方的要求，关于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制度问题、发展权利问题，是给特朗普画的新的四条红线。当然舆论是普遍不看好啊，普遍不看好。但我也有一个观点，这四条红线其实一条子，其他三条如果按余哲有时候是可以交换的。那我认为这个交换呢，是不是还要看后面的互动的结果。如果你真的是有四个自信，特别是政治自信的话，根本就不尿美国人是怎么样在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民主人权给你设的很多障碍，你只要你认为对你就干就是了，是不是？所以我认为呢，自信度不是太明显。这意思来讲呢，中美关系短期内不会好起来，但不恶化到无以复加太厉害就是惊喜了，就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至少特朗普跟拜登不一样，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他要是真的来，但是真的来也不会寻求战争，他这个是北京的判断。中国现在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只能是沉着应战，借这一次的最后一次习拜会告诉普京啊，不是告诉普京，告诉全世界，特别要告诉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迎接你的挑战，中国心态上应该准备好了。心态，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中国领导层的一个看法，不得而知，这应该是第三者在旁边观察的一个结论。北京的政治圈普遍认为特朗普二进宫重新进入了白宫，整体态势对中国有利，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双方还没有正式的交手，中方派了很多人去接触特朗普身边的人和他可能入阁的人，几乎都遭到拒绝，而且粗暴简单的拒绝。中方还没有正式的交手，中方就好像开始自得其乐，这在过往50多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史上、互动史上也是很少见的现象。这一点乐观，这一点这个时候的自信不知从何而来，我们也都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你有一些什么高见，也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可展开讨论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七点启示，四条红线，中方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这样一个经典金句，就摊在桌面上来。我相信呢，在外交部或者在外交部之外的所有的战略学者，
智库现在也是在加班。当然关键是说习近平能够对这些头脑比较冷静的战略智库提供了比较中肯的甚至不一定中听的意见，他究竟能够采纳多少？难道还是简单的那一句一派胡言吗？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